Hello，家人咋会都？办公室里光是播音的吗？光，Hello，家人咋会？办公室对，播音的嘛，住的家的嘛，给，给姑姑找嘛呢，姑姑找嘛呢，No，对，喏，姑姑别提吧，姑姑别提吧，这路没搞嘛乌，No，还得弄家嘛输吧，没谁输吧，No，好不了。啊，哪里来的？不要，喏，哒哒哒哒哒，喏，啊，你那里都，你那里有槟榔，你那里有槟榔，你家那边你也买哩？你天天买过，天天要把水他来做不要，喏，好不啦？喏，反正我奶奶放哪里有收哪里，我嘛没意外呗。但是，最近对，我去读对，我妈对说，我不干，没人学你呀嘛哩，喏。那个股票给你家里，俺们都来股东们呢，喏，好不啦？喏，多少比啥个月去多少一个股东们呢？喏，好，我们都讲的，喏，fighting，这就 fighting，比如 fighting 的，哎，多来打，多来打，多来打，OK，OK，喏，我们都比亚马，昨天就搞了吧，喏，等你比亚马嘞。菩萨家先菩萨了，好不啦？俺来些个菩萨了，莫菩萨就先俺路来些个莫菩萨。本来我记得的呀，每天晚上。地铁里，我来七路片里面地铁里，好啦。我表妹那边，这个姑，鸡蛋的要卤，锅的要卤，皮的要卤，每天姑你烧烧饭没？表妹话也莫菩萨。你那个表里头，我都是不知道弄的，是吧？那表就带个，我也是表，我也是表弄，我也是要看，咋了？好嘞，这个看也蛮稀的，我还是嘞，对，哎，看不出来我。我过那个东西难拿，你的那个对，你的拿，你的也等于今天要考不了。咋的嘞？你要你的这个心里要考虑一下吧，啥子？我把我表嘞。对。哦。